我才23岁，没到24岁，但是我觉得我能现在这个样子，保持自己的初心，不被社会上的一些所影响、所带偏的话，我觉得我已经很棒了。大家多鼓励一下我吧，多支持一下我好吗？真的真的，就是现在你看嘛，像我这么大的小姑娘那些，真的到走到我现在今天这个位置，能不被带偏的有几个？你们觉得有吗？屈指能数吧。真的，我觉得啊，我想做一股清流，我想做一个不一样的那个，就是因为有这么多家人们的支持，我也不想让大家失望，想做一个正能量的自己，对吧？我说呢，这个跳舞如果不是专业学过的话，我觉得还是带有一点点天生的因素在里面，对吧？这样的啊，我不是教音乐的。你结婚了吗？没有结婚。送来的捏捏小脸，没有成家，目前没有成家。跳舞有工资吗？没有啊，只是一个纯属自己的一个爱好热爱。谢谢发送来的墨镜。